倒了。牛逼，我就架他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二楼还有一个，在那隔间懂吗？懂。等会儿啊，我有个操作，哎，死了吗？我倒了，倒了，倒了。我不知道还有没有。对，他应该是那个集装箱过来的。我这边，你楼下加。牛逼，能救，二刀。就啊，都能救，牛逼，没事，我爬。你爬起来应该还可以吧？就翻手车。哎，再往右边靠一点，再往右边靠一点。能上去吧？那我在最顶上。翻手车那个倒了。我侧头应该可以看到。看还有，哎，下边有个。走完了，牛两个。操！我还在那爬了。我操！是那个船吧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是船，是船，是船，是正常船，正常船。往右边拉了。我操！我操！什么意思？我只能上车了。有故刷。走。好看啊，咱们下去给他放。哎，罐罐也有，罐罐也有。这岗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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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一个。这应该是架枪的，岗亭这个。好人，直接补死了，补死的，一生平安。我只能跟他说这么多。这房顶有一个，妈，我秒不死他。说你打，直接扣，倒了。哎，脑壳飞了。你给他敲了一枪头。怎么操作了？看走到前面那个 potion 能不能过去，过不去就算了。哎，围墙，全是打压的。哎，看到了，跑进去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爬着呢。那个在爬着。死了死了。有死，小鱼进去了一个。在跑了又。术后一击打到吗？这个时候。我操！我在打上面的人了，我已经。曾经是我的头发。他还打我。过来帮你，我绕一下，我得。表演术，你打到。表演术，你打到他。哎呀，我他妈打了一堆残血，操，这都消化了，真。牛逼！牛逼！一打一，就是左边那个。